证明他是天的，没有防腐剂，对，未加防腐剂，这样才安心。我说我们用了才安心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我这边稍微让它进来一些，嗯。谁是小朋友？都老人拿来的小朋友。谁呀、啊？他在讲你。那小朋友怎么了？我什么事？小朋友，赶快过来看，你不要再画了。谁还在赶作业？啊？这很简单呐、啊。是我们要自画像给你看。你在讲谁？心里今天怪怪的。是那个色是什么色跟什么色调的？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还有那个深色，深色，还有，还有绿，头发比较大。对，我把头发大一点，凸显一下头部。树枝哈、哦、稍微擦一下，所以我们刚才树枝是没有染到水的哈、哦，那其他部分其实是有染到水的。亮的地方哦，先稍微上一点。
没有画好边，会不会像狗一样变猫啊？旁边的毛让它晕出去哈，跟背景晕出去。反正你跟猴子都没打水。哈，没有，没有打到水，就是直接画而已。啊？这样比较好画，对不对？现在吃的笔毛是扁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圆的，我只把它压扁而已。我只把它压扁而已。先上一点点水哈，然后把这个红的稀释一下。它的那个红色的部分哦，先加上去。那个猴子的脸，好，把它。